Today's words of wisdom, finding the source of life,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overseas or Vietnamese, Chinese, English, French, German, Hebrew,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Kore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Punjabi, Romanian, Russian, Spanish, Thai, Urdu, and Turkish. From Musa, Taiwan. The Bodogabun si bi de jido isu. With the quantai bing in huisa, la dosi de dan kue sai bien. In with the zan lo de wundong putan jing kien.行者岛上雄伟高山、山峦、冰原、盆地、海岸线，甲一挂奇特的景观，差不多有18400多种野生生物栖息伫岛内。其中20%以上是罕见，或者是将要绝种的生物。福摩沙虽然是一个小岛，上天却赐予伊一连串。惊奇壮丽自然景观，北起古城镇甲原住民部落，绵绵的山脉、美丽水墙、甲精致雕刻寺庙。福尔摩沙是上帝恩典加持的乐土。1980年代，青海牧师来到福尔摩沙，当伊住伫一间小庙仔时。一群福尔摩沙的人，经由内在太阳的指引，在一个暴风雨的暗暝，前来要求师父教因观音静坐法门。自彼时起，青海无上师传授观音法门，和福尔摩沙新千旧万的真理对顺者。观音法门是一种观内在光甲音的静坐法门。观音法门的静坐是青海无上师慈悲的礼物，分享给这个世界，甲已经准备好要倒转去家己内在天国的人。感动于伊的信心，甲对内在天国的事，以及开悟的心的渴望。青海无上师自问福尔摩沙求道者的众多邀请，分享伊的智慧甲真谛远见。2007年年初，青海无上师回应着世界会会员圣地的渴望，在2007年2月18日参加新年的庆祝活动，甲来自全世界差不多100名的世界会会员以及贵宾，在福尔摩沙欢庆第一年的古历新年。今嘛，邀请您聆听青海无上师互人开悟的精彩开始，主题是。找到源头。1989年4月18日，公地福尔摩沙，中华。师父好，各位来宾，大家晚安。今天我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站在这边与各位分享我印心5个月以来内在的转变以及我所获得的喜悦。今天晚上是我第二次站在这个县政府礼堂的舞台上讲话了。上一次呢是2年前的事，那一年我大二，正是学生生涯最多彩多姿的黄金年代。我参加了学校的社团，来这边参加全国大专杯的戏剧比赛。记得那一天我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王后，前呼后拥，非常的威风。我站在台上，一边嘴里念着台词，一边心里头好懊恼啊，我多么希望能够永远这样的扮演下去，
高贵、荣耀、财富都属于我，直到地老天荒。但是，一边我心里头非常的明白，这是不可能的。过了一会儿，台词念完了，曲终人也散，我必须洗掉我脸上的妆，换下华丽的外衣，然后再度变回平平凡凡、毫不起眼的学生，然后回家准备继之而来的期末考。舞台上的道具也都会一一的搬走，恢复成我们还没有来之前空空荡荡的样子。小时候，我像大部分的小女孩一样，好羡慕童话故事里头的小公主，一生下来就有威仪的国王和美丽的母后，宠坏她，溺爱她，要什么有什么。即使她想要天上的星星，都会有人不顾生命的危险，攀上天梯替她去摘。但是在我童年的印象里，我的情况好像正好相反，我的梦想破灭的多，实现的少。自从有过这一次陶醉在掌声和赞美里的经验以后，我有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迷失了自己。那个时候我还不开悟，我也不了解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只是人心中种种的欲望所反射出来虚幻的梦境而已。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听人家说过人生如戏，但是我很不服气，因为戏演不好可以重来，如果戏很长，中场还有休息的时间，但是人生这一出最长的戏却不允许我们有片刻的休息。人生它像一个轮圈，没有缺口，只是不断地滚动着。不管你满意不满意自己的成绩，不管你是成功还是失败，你都必须无奈地继续下去。身为万物之灵的我们，听说都有大力量，都有大智慧，但是为什么会这样无助呢？没有一点选择的权利。一个演员，他可以事先和导演以及编剧沟通剧本的内容，以及选择他将要扮演的角色，但是身为万物之灵的人，却没有办法修改他的剧本，更没有办法选择他明天将要扮演的角色。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的心里有千千百百的问号。因为缺乏善知识的引导，我整天抱着心里的结，而用自己小小无名的力量，根本就不能解开这些困扰，所以我好痛苦，一点也不快乐。后来我养成习惯用灰色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世界都暗掉了。直到后来有缘分看到师父的经书《即刻开悟之要》，我发现书上的每句话每一个字好像都是为了解答我的困惑才存在的。我心里头的结一个一个地解开了，我对宇宙人生的真相，在经过多年对哲学和宗教的方式而